各位法师、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出席由大国福行中心举办的讲座《有苦大家知》系列之《你有权选择》。我是今日的司仪 Regine 麦朗晴。大家好，我是今晚的司仪 Alan 萧显伦。好高兴大家能够在星期六的晚上抽空来到今晚的讲座。在这里请容许我以热烈的掌声为大家作为鼓励。Alan， 没见你这么久，等我考下你先。你还记不记得大国福行中心的信念是什么呢？哇 ，Regine， 上次我考你，今次轮到你考翻我，我当然记得啦。真爱无界限，陪你过难关啊嘛。冇错啦，所以大国福行中心在短短三个月，已经将真爱传开去，陪好多个你过难关啦。自从上次讲座之后，大国福行中心举行了《有苦大家知》系列的同显扬法师倾偈，反应非常热烈啊！虽然时间有限，但有很多的朋友都能够同法师有零距离的接触，替他们解开心结。没错，除此之外，法师还去了玛丽医院为医护人员举行讲座，提供心灵和情绪辅助等等。而义工为了能够专业地服务大众，他们纷纷都完成了由医院管理局进修学院的灵养服务大师课程。在法师的领导之下，义工们去了玛丽医院病人资源中心和癌症中心作探访服务，而法师更去到儿童癌病基金去关怀病人和丧失孩子的父母，将真爱奉献给他们。除了病人收到义工朋友的心意之外，一班住在沙田安老院的老人家同样接收到，因为义工会在星期六度定时跟他们去玩和聊天。哇，他们真的很有爱心啊，完全实行了大国福行中心的信念啊。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一些关于大国福行中心的资料，在在座这么多位的座位上面已经有一份简介的单张。稍后我们会有问答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将你们的问题写在提问纸上，然后交给附近的义工，法师会即时为你们解答。在人生里面，总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和挫折，有些人会选择面对，有些人会选择逃避，有些人会选择放弃，而你们又会怎么选呢？显扬法师一生经历了不少苦难，曾经在死亡的边缘徘徊，面对这么艰辛的路程，法师依然能够哈哈笑过日子。到底法师是怎么做到这么豁达的呢？在前方事事绝路的时候，法师又怎么看到另类的选择呢？好高兴今天能够请到显扬法师告诉我们你有权选择。有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显扬法师。请大家就座。大家好。你知唔知你今日好珍贵啊？知？咁话俾我听系咩？唉，你珍贵在咩？你知唔知咧？全香港几百万人系咪？出家人得几千位，今日一千人里边竟然有十几位出家人，你话呢个比例珍唔珍贵？感谢咁多位法师，感谢大家。你们一定要对自己很有爱心，你才会今天来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地位很低微啊？
定冇？冇。你有冇觉得你自己系好有权力啊？有冇又有咁有定冇先？诶，我话俾你听，你好有权嘅，你知唔知啊？诶，唔使你讲啦，我喺屋企已经好有权。嗱，我唔讲你系咪喺屋企，你净系对你自己啫。有冇啊？有。诶，有位先生喎，放工咧翻到屋企就好开心咁同太太讲啦，老婆。今晚有乜好嘢食啊？佢诶，有啊有啊，你好多拣择，系食自助餐啊？佢话唔系，咁有咩啊？佢话白菜仔炒白菜仔，仲有咧？佢话冇啦。咁你又话有得拣择？有，你可以拣食或者唔食。原来我哋一生，我哋一日都有咁样嘅权利噶。所以你哋覺得你自己好有權係啱嘅，你朝頭早可以決定五點鐘還是十點鐘起身，係咪？可以決定食唔食早餐，係咪？可以決定食乜嘢，係咪？可以決定出唔出去，係咪？可以決定見唔見某一個人，係咪？你話你係咪全世界最有權力係你哋啊？嗱，係啦嘛，啊！但係你聽過花多眼亂未啊？失多就不養，債多就不愁。当你唔恨又唔愁嘅时候咧，你好似好多样嘢，你无所适从啦。你知唔知咧？啲蜈蚣咧，好多脚好多爪嗰啲蜈蚣咧，佢以前啊冇咁多只脚噶。你知唔知啊？知啊！啊，你知咁你话俾我听啊。佢哋冇咁多只脚噶，佢哋以前咧就好似啲蛇咁样爬嘅啫，但系行得好快嘅。啊！有一次嗰啲蜈蚣咧，见完啲羚羊啊、啲鹿啊、啲马啊，吓、啊、走得好快嗰阵时候，佢开始觉得点解我要咁躝啫？我都可以好似佢哋咁跑嘅，于是好诚恳咁样向上天求，吓、啊、嗱、啊，真系噶，心想就事成，心智就则灵嘅。佢求下求下，上天真系应佢啊！但系佢上天嘅天神咧就话俾佢听。我唔得閒，你中意幾多隻腳啊？嗱，一扎腳喺度，你中意要幾多隻，你自己揀啦咁。咁嗰扎蜈蚣咧，哇，開心咯，猛咁將啲腳係咁喺身上貼啊，貼貼貼貼，於是就由頭貼到落尾。貼完之後，佢哦覺得自己犀利啊！呢次我仲唔一支箭咁樣飛，點知一行出嚟嗰陣時候，呢隻腳又掹去嗰邊，呢邊嗰隻腳又掹去嗰邊，掹啊掹啊！佢都唔知行咗去边，几只脚搞来搞去喺度打交，似唔似我哋人一生咧？嗱，你身边嗰个任你拣噶，系咪？任你拣噶喎，嗱，嗰份工又系任你拣噶，啊，而家嗰间屋又系任你拣噶，点解你会有怨呢？点解你怨当日拣错呢？有冇人怨过啊？有啊，俾啲掌声话有嗰、那个。有你以后就唔好咁贪心啦，咁多样嘢拎个身上嚟贴嚟做乜嘢呢？系咪啊？俾你有权嗰阵时候，你要适可咩啊？而止啊，唔系任你拣，唔系人哋啱用嘅、啱使嘅，系好嘅，对你嚟讲就系实用啊。唔係嘅，你知唔知啊？所以好啦，當我哋有權揀嗰陣時候，你哋有冇懷疑過你自己應唔應該去揀啊？你有冇懷疑過啊？有啊！好啦，有冇人嗱大膽啲啊？有冇人試過你一生人選擇係曾經犯過大錯嘅？我都未講完，舉隻靚手嚟睇下。哇！你真係好好有勇氣喎、啊，喺呢度夠膽舉手。你唔驚我問你哋咩事嘅咩？好啦，有邊一個揀錯咗嗰件事？你揀錯咗啦，抉擇錯咗，又能夠走得翻出嚟嘅？請舉手。哇！少好多喎、啊。即係仲喺度遊下遊下走唔到出嚟啊？係咪啊？有冇啊？我哋好多時候
當俾你揀嗰陣時候啦，你認為你自己呢次實得啦，好啦，上咗去啦，做咗啦，然之後你會發覺所有嘢係唔啱嘅時候，開始亂啦。你未層層嗰陣時候，你選擇係咪？你冇錯。到你真係諗住你呢一個模式，呢、這個結果唔係你心目中所想出嚟嗰陣時候，你開始亂啦。你亂嗰陣時候，你有冇諗過？你仲有冇第二個選擇呢？有冇啊？有，咁你今晚嚟做咩呢？你可以留喺屋企，慢慢選擇你哋嘅決定，慢慢揀你嘅路嘅。我以為你呢班係彷徨啊，咩迷失的羔羊啊嗰啲。啊，證明你哋點解啊？你哋嘅心，你哋嘅心，你哋嘅人生，你哋嘅生活都係好開朗。你哋嘅生活未曾至於好悲苦。或者你哋識得將悲同苦轉化，係咪？有冇啊？有啊！你哋屬於邊一類啊？係咪第三類啊？識轉化啊！以後要開下班請下你嚟指教一下先得。但係好老實講，人生好多抉擇，好多選擇，唔係喺你淨係話想食乜嘢、去唔去街、做邊份工、嫁俾邊個咁簡單嘅喎。你有冇覺得啊？好多選擇係好難嘅喎，係咪啊？特別你知唔知特別？我同你其他嘢唔好講，一個大前提，咩大前提啊？淨係講啊！你啊，要喺而家呢個世界上繼續做好人，淨係呢一樣嘢啫。你覺唔覺得好難啊？難咧！而家出邊啊，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冇絲鞋，先敬羅衣後敬人，笑貧不笑娼。呢、這個社會制度之下，你要你做正人君子，喂，做親好人都冇好報嘅喎。你做唔做？做。做你想好報定唔好報先？嚇、啊？咁你既然你話想好報，咁你又有冇聽過身邊好多人？時時喺度怨好心冇好報啊，有冇啊？好啦，你話俾我聽，你教翻我轉頭啦。咁我哋應該點做？嚇、啊？用智慧嚟做好人啊？邊個咁有智慧啊？你啊，用智慧嚟做好人，我請問下你，你嘅智慧喺邊度出啊？嚇、啊？心，你心在哪裡啊？你個心嗱，講真啦，嗱，好多人咧就講咩咧？唉，使乜信乜乜咧？好心咪得咯，聽得多係咪啊？好啦，如果係個心可以把握你一切嘅，點解你尋日對嗰個人咁愛，今日對嗰個人咁恨？點解啊？點解你尋日咁開心，今日你咁憤怒？點解？你有冇問過點解？你個心靠咩嚟醫啊？靠咩嚟捉住你个心？你靠个心啫，个心靠乜嘢？有冇谂过？啊嗱，话俾你听，而家呢个世界实在仲有爱心嘅，信唔信？信，但系亦好可恶嘅，信唔信？睇少少片段啦，嗱，我哋阵间睇下啲相啊，我哋睇下去感受下，除咗人类之外，其他。嘅愛心啊嗱，我哋睇下，睇下有冇啊？係咪好 Q 啊？啊！呢、這個唔知爸爸定媽媽嚇，帶住唔知仔定女啊！我細心啲睇下，冇愛，父愛得啫。留心睇下，啊冇愛偉大啲唔係。啊！你睇下，嗱，細心啲睇嗰只 B B 嚇，呢只好難睇嘅，呢只仲難睇啊！喂，你哋笑啊？我哋俾啲掌聲支持嗰啲動物。
哎呀哎呀，你哋做媽媽做父母嘅，有冇人咁樣照顧過啲細路啊？好啦，你話我哋人啊，人啊，係一個好高尚嘅動物，喺度你睇唔睇到？當然我哋唔可以用一張相，好多偉大嘅爸爸，好多偉大嘅媽媽，但係可惡嘅人，你哋話有冇先？在一个这么可恶人造的世界里面，我们怎样选择继续做我们正人君子？好，大家 你认为你可以选择继续做好人的，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的，请你大胆举手。好，70%。那其他那30%呢？30%呢？不知道做不做好，是不是想下先，是不是？嗱，不容易啊，你知不知啊？好难的，举得手那些告诉你们，不容易啊。出面自私自利的人几多啊？凶悍的人几多啊？是不是？杀人放火的人几多啊？为什么我们都还要做好人呢？信因果。好，不信因果的人可不可以做好人啊？可以啊。嗱，佛教讲因果，有些宗教不讲因果的，但是他一样很多好人啊。我自己这样看，第一点，我自己跟我自己说，是啊，他们是衰啊，他们是差啊，为什么我要跟他们这么衰？为什么我要跟他们这么差？对不对？对了。哎呀，昨天前天看新闻，去年不是那个毒奶粉，是不是三聚氰胺，已經搞到全國全世界嚇亂曬大龍啦，市場亂龍，人心亂龍，啲 BB 健康亂龍，竟然有人儲心積慮將啲毒奶粉收埋佢，嗱收埋佢，今年而家再攞個出嚟，儲心積慮將佢重新換個包裝，再攞個市場嚟賣。以前那些犯了錯、犯過錯那些，好像有兩個人判了死刑，是不是？你說這一些，你說要扮多少槍？佛教就講戒殺生，我今天就犯了戒，但你們支不支持我？我覺得如果你要維護這個社會、維護人的安全的時候，有些人是要犧牲的，我今天就犧牲。这些人是没得姑息的，你起初一次你可以说唯利是图，一时错手不及 OK， 已经搞到这么大件事了，是不是？你还是要来这样。好了，如果以后这个社会还有人继续这样做下去的话，谁负担给这个责任？第一次错的人，但是第二次再错的人罪加三等，以后再错的人，我告诉你，18层地狱，我自己觉得一定要严惩的，几多个生命在他手上啊。我就以为我昨晚看了个 email， 哇，我义愤填膺，整晚睡不着，今天怎知今天很兴地 email 给那位法师，那位法师立刻封我，法师，这个 email 已经在几个月前已经流通了，流行了的了，真是背，是什么 email 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竟然在东莞出现人食人，你听过没先？没听过我举手，多人没听过我先说，啊，哎，那我抵我怕了，原来你这么多都不知道啊。但是啊，我不知道真定假，是图文并茂，拍到清清楚楚，但是现在作假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假得实在太真了。我不知道，我们一路很讨厌中国大陆的假东西，但是我寄很大希望这个是假的。你知不知道什么事啊？在东莞啊，它写明是某一条街的餐厅，卖什么呢？6、7个月大的 BB 啊，
咁我好過你哋，我睇咗兩張圖片之後先至誒，你未參加，已經我都未開始講，你已經誒咧。嗰啲 BB 係咩咧？有啲係因病，有啲係發現係女啊。你知咩啦？只可以生一胎，於是唔要係咪？等等，六七個月係成個 BB 咁嘅樣，咁大個，清清楚楚連埋胎盤，連埋臍帶，佢哋當條魚劏咗條魚咁喺度洗，你知唔知？嗱，咁我講唔講？你耳得咁難聽，講唔講啊？嗱，反咪就一齊反啦嚇！佢哋洗完佢之後，揾個大燉盅加藥材燉佢八個鐘頭，4000蚊一盅。啲人食咗話補身，最核突嘅係影住一位人冇咗佢個面嘅，打咗格仔。八個鐘頭之後啦，成盅揭開個蓋，再影相，面目有啲模糊啦。呢、這個都未核突，最難睇嘅係將個 B B 撈咗上碟，佢就當只雞咁樣切嚟食啊！如果係真嘅，嗱，如果係真嘅，我唔知你唔理解我而家個情緒，我想同嗰班人講幾句説話。如果是真的、啊、如果沒有真的大家抹了它好不好如果是真的現在我跟他們說的不是跟你們說、啊、你們聽清楚你們沒有資格如果是真的話我希望你們日後在這路上面遇到隻老虎你不要怕你勇敢地跟他打過打完之後只有三個結果第一，你贏了，禽獸都比不上你。第二，你輸了，你連禽獸都不如。第三，你打成平手，你就是禽獸。現在人心已經到這樣了，你們知不知道？我哋初初去温哥華嗰陣時候啊，民風好樸素嘅，所有大嘅 supermarket， 好似 superstore 啊嗰啲咧，嗬 ，Costco 啊等等咧，佢哋有海鮮賣嘅，唔應該叫海鮮，搞錯咗，急凍，即係凍咗冰咗一嚿嚿嘅嚇，雞又好啊，如果係魚啊蝦啊嗰啲咧。全部已經是壽終正寢的，壽終正寢那些全部都躺在那裡。外國人覺得這個是人權，這個是尊重，他們從來不會 在人家面前將條魚、將隻蟹來煮的，來湯的，從來不會的。那些外國人呢，去到唐人街呢，初期唐人街魚 都很少的，整下整下湯魚了，慢慢湯圓啦，啲外國人咧嘈得好緊要，話中國人好野蠻啊！我哋雖然食佢嘅肉，但係咧要唔好睇到佢點死啊嘛咁。你知唔知十幾年後變咗點樣啊？所有外國人辦嘅超級市場，只要係喺嗰度賣嘅嘢，都有湯圓檔、湯雞檔咧。好彩嗱，香港嘅街市係咪好平常啊？你揀邊只係咪啊？一拎起，掹兩掹，即係個桶嗰度，搞掂。啊，再簡單啲，抌落個機器嗰度，摸毛機器咧嚇，一撳掣，隻咁行出嚟，乾雞。外國人唔會，但係而家唔同曬，全部唔同曬，你知唔知？已經到咁嘅地步啊！所以。人心一路一路淪落，一路一路淪落。好啦，你要做好人，你要做好人，你只能够谂住第二样。第二样系乜嘢？自助以后一定咩啊？
自殺，你信唔信㗎呢樣？你大聲啲話俾我聽，係咪？真係信啊！我安慰啲，如果你唔信因果，你唔相信因果，這個世界就好慘。這個世界咁亂，就係因為人唔相信因果，唔相信人呢一生做咗唔好嘅事，以後要承擔責任，要承擔後果，要承受懲罰。佢哋唔信，唔信嗰陣時候，哦，唔緊要啊，我呢生人做咗，我以後就算噶啦。原來唔係噶，你有冇發現而家人性係越嚟越淪落，越嚟越離譜啊？點解啊？有一個細個嘅 BB， 你去親近下佢，哇！佢啲毒都唔知喺邊度嚟嘅，佢啲毒嗰啲惡啊，都唔知喺邊度嚟嘅。以前嗰啲人唔係噶嘛，講句説話都好斯文噶。你睇下，早唔好講千幾年啦，早幾百年，賣豆腐嘅阿婆都可以開悟噶，講句説話都文皺皺啊。而家嗰啲啊，再講早啲啦，阿唐迪生先生啊嚇，寫啲歌詞嗰啲啊，人哋嘅對話幾斯文啊，笑逐子凡夫，底是文人多落拓啊。我未講完嘅，哦，對應嗰陣時候，哦，問千金小姐，緣何淑女配蓮彩咁，幾文皺皺。我哋而家嗰啲，哇！我翻嚟我猛人，你咩叫星呢？咁冇條線可以搭得通嘅，一紮字出嚟，哎呀！所以你話冇前世冇今生，呢、這個社會咪冇來亦冇去咯，只會點樣啊？一路淪落落去咯。以前做過惡事、做過錯事嘅人，佢唔使承擔因果，佢唔驚，佢先會做啊！嗱，你驚你會唔會做啊？嗱，好簡單，你知道火係會燒人嘅，係咪？燒人係會痛嘅，係咪？你會唔會冒冒然然點著啲火，將隻手擠上去唔縮啊？會唔會啊？唔會噶嘛。但係如果佢唔知道嗰火係痛，有人會噶。當你糖尿病好嚴重嗰陣時候，冇曬痛覺嗰陣時候，燒著佢都唔知嘅。或者如果佢燒炭嗰陣時候，佢昏迷咗，你點燒佢冇咗個知覺。犯錯作惡嘅人其實都係一樣，冇咗呢一種覺醒，冇咗呢種戒心，冇咗呢種恐懼，佢咪今生今世係咁做。好啦，而事實上你今生做完之後，你以後就要受苦果。長年累月之下，長年累月係咁流，你一間房你執得唔乾淨，好啦，第二間房有位，你一定會再塞嘢入去嘅，啱唔啱啊？一定嘅，你間屋係咪咁樣拗撬，係咪咁嚟？好啦，但係如果你知道咗，你間屋唔可以拗撬噶啦，啊，你到咁上下，你輕輕執一執佢，嗱，年廿八就嚟啦嚇，咁你咪去清一清佢咯，起碼都冇咁污糟啊！這個原理你明唔明啊？就係咁樣啦，你唔信自作自受，咁你咪會繼續做咯。好啦，我哋相信自作會自受，唔知幾時受。咁有啲人就話：，唉，你佛教成日講埋曬嗰啲因果，都唔 update 嘅。我以前做乜，我而家點知啫？咁點解要我受啫？好啊，你咪唔好信咯。但你睇下日日嘅報紙，有親死人，有親冧樓，有親交通意外，個個係咪呼天搶地啊？點解喺嗰陣時候點解？嗱，你要點解釋？點解唔係呢個？唔係呢個？邊係你啊？你講掂我？你撇開因果，你睇你講唔講得通？好啦，當我哋知道，哦，我為咗以後，我唔呼天搶地，我為咗我以後，我唔會咁痛苦。於是我點樣啊？我而家我就好好珍惜我自己，好好將我自己能夠盡量做好嘅，我堅持選擇喺呢個五族惡世裏面咁惡劣嘅環境之下，
收我的善，众善因乜嘢？得善果啊！嗱，美国咁大啦，全世界最大个国啦，佢而家受紧果报啊！你知唔知啊？你又知道？你知道我想讲咩？嗱，好简单啫，你好简单啫。美国系咪用呢个维持世界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做藉口系咪？通道撩交打系咪啊？嗱，佢最叻就系战争，系咪啊？你睇下一场伊拉克战争拖垮美国，系咪拖得好紧要啊？诶，呢个系咪嗰部啊？系咪啊？你话俾我听，系咪啊？呢个就系嗰部，佢当日佢知唔知啊？唔知啊，几多人劝过佢啊？唔听啊！嗱，又调翻转头啦，中国，你行去嗱，又讲美国啦，喺你行去美国嘅超级市场，你去睇下。所有超級市場80%的日用品、食用品全部 Make in China， 中國就好努力咁樣，唔理真嘢、假嘢、好嘢、壞嘢、差嘢咩都，全部想辦法，佢專做解決人生活嘅嘢。嗱，中國就係咁樣，20年間。就是因解決全世界生活必需品，你解決民生啊，就是因為咁樣，經濟就發達啦。睇唔睇到啊？我哋，所以嗱，美國而家都幾頭痛噶，啊，佢呢一科都有排收啊。所以我哋睇到咁大、咁大嘅版俾我哋睇啦。看看我們會不會學多少，在從中吸收多多少少，不要讓自己繼續錯下去，不要讓自己繼續錯下去。但是當我們要決定一件事要好要壞的時候，有很多時候我們未曾決定那件事的時候，我們已經做了的。譬如隔壁有人想吵架啊！如果李平成系巴渣嘅，你话你一定会加句系啦，我坏咗噶啦。啊，讲完嘢，咦？点解我冲口而出嘅？又或者有人明明嗰样嘢你唔系做开嘅，你见到你想做，你十一声飙埋嚟，你已经抢咗嚟做。做完之后你会觉得，咦？点解我会咁嘅？你知唔知点解？原来我哋人啊，仲有一样嘢。好根深蒂固控制住我哋，但我哋睇唔到潜意识啊！你知唔知啊？潜意识，喂，第三样就要为我哋嘅潜意识啊，为佢着想啊！点解要为我哋潜意识着想啊？嗱，点解啊？原来我哋决定一样嘢嗰阵时候，唔系由我哋嘅意识去做决定。譬如我想去买个面包，我想买面包呢个意识系咪啊？想买面包已经早了，在我去买面包之前起码1/3秒想已经弹了出来，这个是意识。但是背后控制住想这个动作，原来还有一个潜意识的。可能你曾经饿过，你试过吃面包，你可以止到你的肚饿，或者你曾经走过那里闻到那阵面包的香令你肚饿想吃，又或者你曾经试过那里的面包，你觉得很好，你要吃。而这个潜意识早在你的行动前1/5秒已经唰一声影响了你的意识。所以就是这个潜意识差不多见不到，但是控制着我们一生人。全世界公认90%的杀人犯，他在殺完人之後，冷靜期過了，審完之後入了監牢了，或者甚至未曾審，他 跟身邊的人說，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做，我不想殺他的。你聽過沒有？聽得多。我不想殺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還有他那分鐘他落刀又好，落手又好，他是收不到的。原來什麼？一个人啊，我听人讲就我未做过噶。一个人啊，多
当他伤害一个人的时候，特别一见到血了，个人那种凶性就会出的，收不到手的，就会继续下去的。直到他自己做完所有事，他冷静下来的时候，他才想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潜意识，我们要为我们的潜意识，要为我们的潜意识多些想，要给多些好的东西他，不要等他霎时之间一冲出来控制我们。我上个月呢回温哥华，回温哥华在香港呢就有位师傅在这里，那我就跟另一位师傅呢回了 去其他地方讲座啊，回去做些事。那在香港那位师傅呢就 跟我回去那位师傅呢很感情，他两个很投契。陪我回去那位师傅呢就马来西亚人，他学广东话，学紧讲广东话，他又不知道我们的文化。那他又我坐在这里，我们整班人在聊天，他无端端走过我身边走过来问一句，师傅啊，什么叫做拜拜你条尾啊？我当堂咁呆咗，拜拜你条尾，呢度唔系广东人啊，你哋有冇得解？我就咁呆咗吓，拜拜你条尾啊！咁对面个师傅坐喺度就话咩？佢问咩啊？我话佢问咩叫拜拜你条尾喎？咁嗰个师傅话你做咩咁问啊？佢话我唔知啊，头先同阿船师傅收线，佢临收线嗰阵时候就讲咗呢一句喎。咁嗰位师傅就问。咁你點答佢啊？佢就話：我唔知啊，我又唔知點解。咁我咪話多謝你條尾咯。咁另一個咧，啱啱喺三藩市上嚟嘅居士咧，就聽到就好開心，好似你哋咁好開心。咁佢就話：哎，真係好啦！而家就變咗，佢又有條尾，你又有條尾。如果你平時慣了你是感激人、多謝人，你衝口而出就是多謝；你平時慣了罵人，你衝口而出就是罵人；你平時慣了怨人，你衝口而出就是什麼？怨人啊！你不用的，不受控制，你又不用解釋啊！所以但是我們做事呢，不要留手尾，我們做事不要留手尾。很多時候呢，很多時候啊，我哋啊，一生人俾我哋太多咧，就係咩？跟手尾太多。我哋唔好以為咧，我哋一個人啊，影響唔係好大。好多人以為一個人影響唔係好大。好似有個小朋友放學翻屋企好開心，同媽咪講：媽咪啊，媽咪啊，老師話我係全班最大嗰個啊！媽咪話：嚇，你點解會覺得？老师为什么会觉得你是全班最大力的那个？他说是啊，老师说我一个人就可以将全班拖落水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你不要以为自己很渺小，我们的力都可以很大，不用怨的，不用怨。本来你未入来之前呢，只是理工大学的工作人员呢在这里很勤劳地打点一切，跟我们 set 场，很静的，你知不知道？很静。你一来到之后，你看又有掌声又有笑声，谁搞出来的？多得你们不少咯。你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每一个人发少少声音，做少少事，是不是整个场已经不同了？你就是这样而已嘛。一个钟，大个钟，我哋传统嘅钟咧，咪有支长针，有支短针，有支秒针嘅，系咪啊？而家好少见嗰啲，而家通常啲跳字闹钟系咪啊？啊，咁嗰个古老嘅钟，嗰支秒针，就同身边嗰盏台灯讲：，唉，我真系命苦啊！嗰个
個台燈就問佢：點解咁命苦啊？佢話：唔係咩？你睇下嗰支長針，我啊跑一個圈，佢先行一步。你睇下嗰支短針，我跑60个圈，佢先行5步。三支針嚟講，我係最奀。我一日啊要走1440个圈啊！你話我係咪命苦啊？仲加埋一日有24个鐘頭，一年有365日，唉，我都唔知點算。嗰眼台燈就同佢講：你唔使咁擔心喎、你其實好有用㗎。唉，有咩用啊？佢係有用嘅，特別啲乜乜運動會出嗰陣時候咧，通常啲人要計秒嘅。你分分秒秒啲啲咧，啲人都睇得你好起嘅。你安心啦，你安心逐步逐步行落去啦。呢眼台燈同個秒針講嘅説話，亦係我想同你哋講。我哋唔好諗住我哋啊勢單力弱，就係因為呢個世界已經咁唔好啦，啲壞人繼續作惡啦，啲唔知識好又唔識壞嘅人，佢兩頭擺啦。我哋呢班好人啊，起碼而家沙田區呢、這個咪沙田嚟噶，九龍啊，九龍，我哋九龍區而家起碼喺呢一度啊，都仲有1000多人喺度啊，都有1000000个好心啊，係咪？你睇王羲之，你睇王羲之寫字。整個詞係咪啊？佢都係逐點逐點逐點點乜點點墨點墨點下點下，成個詞變曬黑色。呢、這個就係功夫，呢、這個就係影響。好啦，如果我哋用支紅筆寫嘅，我哋用我哋個心逐點逐點逐點嚟點。呢、這個世界係咪多一分温暖，多一份愛心，多一份真誠，多一份希望啊？你哋話係咪啊？所以，但是講真啦，講真啦，真係好難。我有時我都俾人問到好啞口無言，好啞口無言。我哋點樣仲喺咁多挫折之下，我哋仲有勇氣，仲有勇氣，唔好講選擇先，仲有勇氣企翻起身呢？你有冇試過？有冇咁嘅感受？企翻起身先，都未曾到選啊！愛迪生聽過啦。近代最傑出、最偉大的發明家，你知唔知啊？佢喺67歲嗰年啊，佢個實驗室啊大火喎。67歲嗰年，佢實驗室大火，佢第一時間係點做啊？即刻叫阿仔佢哋出嚟啊！你快啲嚟，快啲嚟，快啲嚟！啲仔走曬出嚟，啲工作人員啊，冚唪唥走曬出嚟，屋企人走曬出嚟。佢講咩啊？佢講咩啊？佢話你哋睇下，百年唔逢一見嘅大火啊！快啲出嚟欣賞啊！講完之後，啲火熄咗之後，你知唔知講一句乜嘢？佢話感謝上帝，一夜之間將我過去所有嘅錯誤消曬。由聽日起，我要在這裡再重建一個比以前更大更好的實驗室。他果然就在第二天再重新再來過，如他所願，更好更大更多發明的實驗室的實驗就在新建的實驗室裡面再重新。所以如果你過去一生人，無論你感情啊、工作啊、事業啊、生活啊、人際啊等等，你遇到挫折，或者你被人傷害、被人出賣、被人遺棄，大膽話俾我聽，你可唔可以重新再企起身啊？你比奄奄一息好一啲，可唔可以啊？可以。可以啊！呢、這個就係勇氣啊！對自己的承諾話可以，所有嘢都會過去的，起翻身先，行邊條路唔緊要，你企得起身，企得起身先。喺1983年啊，
美國人漢武啊，聽清楚我講啊，佢冇拎任何工具，喺美國紐約嘅帝國大廈102层高啊，你哋呢度4层樓高啦，我諗啊，以正式高度，佢102层高，佢冇拎任何嘢啊，由地下外牆喎，唔係走樓梯喎，走樓梯已經襟走啦。由地下外牆啊，喺外面爬上去啊，爬上去102层高啊！全世界新聞，你話好啦。當時咧，美國嘅畏高症協會啊，即刻想辦法打俾佢個主席，打俾佢，話俾佢聽，你可唔可以加入我哋做我哋會員啊？我哋實在太需要你嘅支持啦。佢話當然得啦，唔該你查下。1042号嘅会员席啦，佢一查，吓，点解嗰位朋友嘅名同你一模一样嘅？佢话嗰个咪就系我咯。原来佢天生就系畏高症，佢为咗要克服自己嘅畏高症，佢向世界极限、向难度极限挑战，咁佢真系揾嚟搞嘅，俾你够唔够胆啊？我唔鼓励啊，我唔知佢点走出嚟，佢就系咁样做。他成功喎，仲難得嘅咧。佢97岁嘅阿嫲嘅阿媽，我都唔知點叫。阿嫲嘅阿媽叫咩啊？太嫲係咪啊？太嫲。阿嫲嘅阿媽97岁，知道佢嗰日喺邊笪地方開慶功會啊？佢喺住嘅地方，佢唔坐車喎，行路去行咗100公里。去俾個佢話佢俾個驚喜佢啊！就係呢個咁嘅驚喜，阿嫲又創咗世界紀錄，最年紀大嘅人喺最短時間之內行最多嘅路。咁啲人訪問佢哋，佢就話冇嘢噶。阿嫲就話冇嘢噶，我淨係諗住由呢度去到佢嗰度嘅啫。漢武就話我都冇嘢，我諗住由呢度去到嗰度嘅啫。所以如果我哋做所有嘢，你保持住你最初嗰點心，保持你嘅初心，你一定可以成功啊！明唔明啊？一定可以成功啊！我以前出家嗰陣時候，講真，我試過，知唔知咩？咩話？走唔埋，信心有個動搖嘅，你知唔知？嗱，不過我覺得好正常噶。你覺唔覺得我正常啊？我覺得好正常，好初初出家嗰陣時候咧，好意志好堅定嘅，邊個勸都唔聽嘅，我一定去。好啦，出完之後，哇！呢樣又唔妥，嗰樣又唔對路，呢樣又唔啱心意，呢樣又唔知點解，係咪？正唔正常先？你同你身邊結婚嗰個係咪一樣出現咁嘅情形啊？係咪啊？嗱，我都曾經動搖過。我都要俾自己點樣啊？想辦法，想辦法，記住4个字：不忘初心。我先慢慢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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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同埋我要立咗一個好大嘅志願。我自己立好大嘅志願，我要為佛教爭氣，向住呢個目標，我先可以走落嚟。如果唔係嗰陣時候，成日諗自己，你知唔知啊？一諗真係病噶咯喎，好奇怪喎！啊，嗰日唔頭痛嘅，一上落山嗰陣時候，哎呀，點好似周身軟賴賴嘅？上落山你知唔知咩啊？即係想離開寺院出去唞啖氣咧。啊，我師父又唔知點解，好似睇通我個心咁。我啲師兄弟去親告假咧，通常佢就唔俾嘅。啊，我次次去親告假，佢都去啦咁樣。咁有啲師兄就話：哇！乜你咁好彩㗎？師傅成日放你㗎，不如我跟埋你一齊落去告咯，去告假。啊！佢一跟親我落嚟嗰陣時候咧，師傅就指住我：你去啦！跟住又掘住佢喎。咁佢又唔敢喐啦。嗱，就係咁樣。啊！師傅越放得我走咧，走多兩走咧，覺得唔係好對路。我要去邊啫？我要做乜啫？咁成日咁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啫，好
似好嘥時間啊！到底我點樣先可以做一個好嘅出家人呢？諗好耐，終於我諗通咗嗰陣時候，嗱好奇怪，我師父又好似知嘅喎。當我一諗通咗，個心就個心同自己講，我要爭氣。啊，冇幾耐，許允哥話你，你信唔信啊？你話信唔信？就係咁樣。所以如果當我哋一遇到好多眼前嘅咧，俾人哋真係逼到埋身啦，逼到埋身，你要退還是讓還是企喺度咧？嗱，最近你睇新聞，有位政府官員嚇、唐先生，我哋個個人都要學，好有定力啊，係咪啊？應對得非常之好。好啦，要應對嗰陣時候，你個定力、你個修為就喺嗰分鐘現出嚟。呢、這個就係潛意識反應。我哋要做好人，我哋要行善，就係、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要為咗我哋嘅潛意識，要為佢服務，要為佢俾多啲好嘅養料，等佢喺我哋需要佢嗰陣時候，佢俾多啲好嘅能量我哋，俾多啲好嘅決定我哋。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嗱，就好似咁樣。好似你今晚咁樣，你嚟到呢一度，我相信你以後翻去面對抉擇嗰陣時候，你一定醒目仔一啲嘅，你一定會冷靜一啲嘅。好啦，但係而家啲人偏偏，你越係乜嘢，你越係忍佢，佢就越係點樣啊？踩埋嚟嘅，係咪啊？好啦，你一定要有好有智慧，好有忍耐。所有幸福的人，所有幸福的人都一定有耐性。你不要看眼前，你一定要怎样？为了你以后。所以无论啊，你为你自己又好，为你身边爱的人又好，为你家庭又好，为社会又好，甚至大伟大一点，为这个世界都好。这个世界已经这么乱了。现在你大家你看看旁边，你看看旁边先。哇，是不是个个都是菩萨啊？你冇一個好嘅心，你今晚一定唔會喺呢度噶。今日出邊有好多大嘅宴會啊，你知唔知啊？好多大宴會啊！你點解會嚟揀選擇呢？除咗你係想你自己以後嘅路走得更好，你能夠心開意解、攞力量之外，我相信冇其他原因。如果你要聽故仔，你唔使嚟呢度，係咪啊？所以你一定要在今晚里面你自己要有得益，这个得益就是什么？你要更加有信心，你今晚的决定就是助你行以后的路。好了，到我们选，我们凭什么选好啊？嗱，这个不是钱买，你买些什么 number 那些啊，那些靠彩数，这个是可以跟你讲机缘的。它玄妙在什么呢？玄妙在咩咧？你一個決定，你唔知道會變成乜嘢結果。我哋點樣先可以確定我哋嘅選擇係啱咧？你知唔知道？有方法嘅，我覺得有方法咋，同你分享一下。當你決定一樣嘢嘅時候，無論乜嘢事，你將佢分成上上策、中中策、下策就得嘅。點為之上上策啊？點為之上上策啊？利己又利人嘅，對自己對人哋都有好處嘅，呢、這個就係上上策。好似今晚咁樣啦，你哋嚟或者我辦呢個講座，係咪你有得益啊？係咪？嗱，你每位20蚊㗎，咁係咪變咗我又有得益啊？啱唔啱啊？大家有得益，呢、這個係咪上上策先？以後要唔要辦先？好啦，中策啦，中策啦，中策系咩咧？利自己唔利人，利自己唔利人。你知唔知啊？我好感動啊！喺呢幾日裏邊啊，有好多朋友啊，講埋飛啊，個個起合起初啊，我俾你嘅熱情咧就融化咗，
又欺騙了，就以為是真的。哇，啲飛嘘嘘聲去去去啊，收錢都可以咁快又好去。好啦，呢、這個星期開始出現一個咩情況呢？有啲人話：哎呀，師傅，原來嗰日咧我要去邊啊？我要去邊啊？我要去邊啊？唔得嗱，感人嘅地方在咩咧？你知唔知有好多人將嗰張飛親自拎翻嚟中心又好，用速遞送翻嚟又好，擠入信封寄翻嚟又好，寫明講明嗰啲錢唔使俾我，俾中心，將呢張飛俾其他有用嘅人，你知唔知啊？呢一份係咪愛心啊？呢一份係咪又利己又利人啊？好啦，如果中策你對你自己好，但係會傷害人嘅。如果你而家你手頭上有十張飛，你只係坐得兩個位，我中意啊，我俾咗錢嘅，我係唔攞出嚟啊，咪由得佢空咯。嗱，呢個係咪中策啊？起碼你有兩個嚟，嚇、啊、都叫做利己啊，啊唔利人。啊！呢、這個叫中策，都唔係咁好嘅。下下策係乜嘢？害己又害人啊！出面社會，你打一份報紙，日日都有啊，係咪啊？日日都有。我哋唔揀，當我哋要選擇嘢嘅時候，選擇一件事，我係用呢個標準啦。你試下用呢個標準啦，你唔會點錯嘅。上上策、中中策、下下策。好啦，而嗰個影響，嗰、那個影響啊，嗰、那個影響，你係要點樣嘅呢？每決定一件事，你嗰個影響，又係上一次喺度講嘅，要有長度，要有深度，要有寬度。你個影響，如果係好嘅影響，一定要長遠嘅；如果係壞影響，一定唔可以長嘅。如果是好的影響一定要深的，如果是壞的影響不可以深的，如果是好的影響一定要闊的，如果是壞的影響一定不可以闊的。你找把刀去傷害人，這個是不是壞影響啊？是不是下下策啊？除了你自己傷，人家是不是傷啊？這個就是不好了，我們要衡量了這件事以後的影響有多大。我上兩個月去馬來西亞，行程原本上已經排好曬啦，排好曬啦啊！同我去馬來西亞嗰位師傅嘅大學同學寫 email 嚟問我，可唔可以為佢哋嘅學佛會加開一場講一場呢？因為佢哋個佛學會咧好偏僻，平時好少人嚟嘅，係佛學會好偏僻，好少人嚟。好啦，你話啦，我咁慈悲，答唔答應啊？咁我咪答應咯，係咪？咁但係啲行程已經排滿曬啦，咁點咧？啊，即改機票喺我啲行程支持。我提早兩日去講，去到嗰度慣常地落雨，夜晚黑講啦，去到個天黑曬啦，周圍環境睇唔到，我淨係上到嗰度，佢條好直嘅斜路架車上嗰度，呢度有一幅空地停車場，呢度有一個 L 型嘅三層樓嘅建築物，好結實。啊！我架車一上到去。啱啱落完雨啊，可能啊，哦，好風涼水冷啊，啊呢度真係好啊咁喎，但係側邊啲師傅咧就話，好似冇乜車喺度，咁我哎呀預咗啦，啲師傅入咗去準備啦，咁我咧例牌咧就唔會咁快入去等人嚟招呼住啦，喺架車度等下先，望一望下，唔係好對路喎、啊。爭幾個字開場咯喎，見啲車耐唔中，即係數百幾二百下都未一架走出嚟。咁另一位師傅咧，就俾我食定心丸，就話：誒，放心，呢架車有兩個人咁啊。再咩？又有兩個咁啊。數兩架，呢架有四個，有四個。好啦，
到我臨入去嗰陣時候，停車場先至係有十零架車。咁咧，嗰位師傅就話：啊，你放心啦，你都成日都預咗啦，你都話四個人，你都係咁講啦。而家裏邊起碼有廿幾個。咁我又真係噶，反正人哋都話少人嚟咯，咁我咪照入去講咯。我又預咗入到去，果然嗰個大典好大。我舉例嚇，比例嚇，咁大個大典，擺個位係咁多多，大約六十張凳到啦。我估計啊，六十張凳到。咁都唔緊要啦，真係坐咗廿零個人，咁我坐落去啦。呢個唔係問題，最大問題個司儀一開聲，我話弊啦。你知唔知咩事發生啊？佢一開聲咧，好好好好，多多多多，謝謝謝謝，夠夠夠夠，喂喂喂喂喂，哇！點解個麥咁噶？咁我即刻同老師傅講大件事，咁都係頂硬上啦。就同佢哋講支持一下。好啦，到我上到去，你知道我把聲啊，大大大大大大大，加加加加加加加，好咁喎！哇，嗰啲回音就係咁啊！好，多，謝，咁，快，好啦，啱啱坐定四十幾人，陸陸續續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咁嚟，唉，個心都定啲係咪？數埋都有，唉，四十零、五十人、六十人，唉，跟住再加凳喎，唉，好勁好勁，點知？講咗一個鐘頭之後，啲人拉隊走啊！我以為佢哋去洗手間，點解一去冇翻嚟嘅咁？兩個、三個、四個、一個、兩個、三個，走下啲。咁我心諗：喂喂，我未講完嘅，個心講咋嚇？再講來少少，仲走多啲。我講故仔㗎啦，唔該坐低啦。又走咗一大橛。到最尾嗰陣時候，依然係一紮空凳。但係嗰場講座，嗱，我一個好強嘅，越係遇到唔好嘅環境，我越做得好。我好盡心、好盡力去講，但可能我太盡力啦，嗰啲麥咧嗡到佢哋，跟住支持唔到。唉，到我完咗，你知唔知？我坐喺度，我未曾試過。啲汗啊，啲衫啊，由頭濕到落腳，由面就濕到底。嗰晚翻去虛脱咁滯，冇辦法瞓，未曾試過咁辛苦。好啦，咁人哋好恭敬，亦好無奈咁出嚟，多謝啦，多謝啦，法師真係好啦，今日已經好多人噶啦。過咗嗰晚，啲人先同我講，原來嗰度聽清楚我形容啊！一座唔係一條斜路上去啊！呢個係佛學會嗬，貼住冇牆嗰噃，貼住個裝長腳嗰個裝，周圍係百幾年嘅墳場，華人墳場。再聽埋啊，未講完。貼住前面嗰三層樓高啊！貼住嗰只腳係馬拉人嘅墳場，兩個墳場係環繞三邊，人哋四面單邊啦嚇，佢三面單邊包住。咁呢邊係佛學會，係呢一度係顯學油站。有乜辦法唔講一句平時好少人嚟啊？你話俾我聽，邊個敢嚟啊？嗱。二十年前買落去嗰度嘅人咧，佢話講咗句咩説話咧？學佛嘅人怕咩啫？我心諗，你有得行，你有功夫就唔怕，我驚。我唔驚，身邊啲人都驚啊！明唔明啊？嗱，就係咁樣啦。一個選擇，你一錯咗，你個眼光你唔睇遠啲，
你只是看他的时候，还有一件事，为什么那些米那么差呢？我收尾出来我才留意，他下面地下那层所有窗好像监牢一样，打直打滑，全部是铁枝。我问他们原来是什么事呢？那里地处偏僻，人家想着佛教团体夜晚没人在那里，白粉人啊，白粉不要导人啊，吃白粉的人啊，夜晚走进去啊偷东西，试过有人在那里留守，吓到鼻哥窿都没用，一晚应付几个，于是哎，索性躲在房任他们偷了，索性到最后不行啊，不敢在那里过夜。曾经试过较好的咪啊，被人拆晒。咁你话啦，人又惊，鬼又惊。啊，你咁嘅地方，如果你拣咗咗，你点样可以帮其他人呢？所有课程一到夜晚就冇人喺度。嗱，所以我哋一个选择，一定要点样啊？睇长远嘅，唔好净系睇眼前嘅。好可能佢买翻嚟嗰阵时好平啊，好可能。到有一天他们专登我们经过，哇，我一望我心想，哎，如果我之前走过，我可能我不敢，即是那晚可能不敢答应。所以我们的决定影响一定要深远，要看到长的角度、深的角度、阔的角度，要忍耐啊，不要只是看眼前的得失、眼前的悲苦。我認識有位朋友，現在在溫哥華，你知不知道他自己自由戀愛，拍拖結婚，結婚的時候已經覺得個男朋友經常喜歡喝酒，已經不想他，不想他喝酒了，但是不聽。他結婚的時候，爸爸爸爸什麼都沒有送給他，你知不知道送了什麼給他？一个利是封，三个，一个利是封包住一张、两张、三张，三个引字，第一张又是引，第二张又是引，第三张又是引。他都起初都不知道自己的，点知就是结完婚，个丈夫一饮完酒，借醉就行凶，不是起飞脚就兜八卦。很多时候喝醉酒当街打他，有时候扯住他拱着游南池，有时候在街上打他，打到路人看不过眼，看不过眼你劝，连人都打埋，连劝交的人都打埋。他就试过，你知不知道他打他的时候，他揸住车，郭先生啊，警员傻到癫到，在后面掹佢头发啦，喺后边仲喺掹佢头发，咁佢咪有咁样揸？长年累月啊，喺屋企毒打佢啊，佢就系记住呢个选择系我自己拣嘅，劝过去啊，有人系咪？唔听，好呢、這个苦果我自己要受。既然爸爸叫过我忍忍忍。我就忍忍忍，为了几个仔女，他一路忍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人人都有这么好结果，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被丈夫打足二十几年之后，现在他不知道是老了没力还是什么，他转运了。郭先生良心发现，觉得自己实在太离谱。我第一次见佢呢个先生，就喺呢位朋友皈依嗰一日。佢先生话：我好高兴啊，佢能够揾到佢自己真正嘅归宿。佢先生同我讲啊，话佢太太啊，揾到自己真正嘅归宿。佢话我好高兴，所以我一定要嚟出席佢嘅皈依典礼。喺身边一路，佢自己讲俾我听嘅呢啲嘢。他先生告訴我，哎，我真的很陰質的，想想想想自己都不是人啊，
佢到最後病啦，佢先生病，你知唔知佢憑乜嘢喺手術室走翻出嚟？四條血管啊，四條心臟血管啊，塞曬，要做大手術，通四條血管啊，同一個手術通四條血管。嗱，惡人自有惡人磨啊！嗰日做手術，劏開佢，搏好曬 ，OK， 連翻好曬 ，check 咯，發現有條唔通啊！再劏過啊！再劏翻開佢，苦唔苦啊？嗱，所以咧，我好相信嗰句説話：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咁我唔係話想抵佢死，即係話有時有啲嘢都要等我哋善良啲人有啲心涼，係咪？你哋話係咪先？雖然佢而家改過自身，嗱佢改過，但佢行翻出嚟嗰陣時候，佢話俾我聽，佢係憑乜嘢過啊？佢憑咩過？佢憑住一個信念，就係話自己個太太為自己捱太多無謂嘅苦啦，我要生存落去，好好照顧佢啊！佢憑咁樣走翻出嚟啊！佢而家仲喺度啊！你知唔知啊？而家仲喺度，所以咧，如果佢淨係睇眼前嘅利益、眼前嘅悲苦，佢過唔到關嘅。佢就係將佢自己嗰個痛苦置身於度外。佢當時只有一個信念，為邊個啊？仔女，同埋為咗對自己嘅承諾，呢、這個人係我揀嘅。捱廿幾年啊，先可以見到咁樣啊。所以如果你哋身邊有冇人有類似咁樣啊？哎，我老早已經打翻佢。人好多苦咧，係自己造成。人啊，好多苦係自己造成。一個人可以做到好多嘢嘅，我哋陣間欣賞一下少少片段，我哋睇下。你自己個人有力量，或者一個心念好有力量，或者團結起上嚟嗰陣時候好有力量，好多樣嘢你係想像唔到嘅，好多嘢你想像唔到。我大家一齊睇下。有冇咁叻啊？冇，夹埋一齐啦。一个人唔会咁叻，夹埋一齐就点样啊？有力量。好多嘢，好多嘢都系人做出嚟嘅。你睇你个心真系喺边一度？人嘅力啊，好多痛苦都系由我哋心理上面嘅斗争造成嘅啫。嗱，好简单，你又怕肥，但你又要食嘢，呢个系咪造成你嘅痛苦啊？点？點解我哋會咁苦呢？你知唔知啊？原來你開心又好，你痛苦又好咧，有路走嘅。原來人嘅裏面咧，細胞同細胞之間咧，有好多液體喺度流動嘅。呢液體咧，佢嗰個傳導力咧，好強嘅，含氧量咧亦都好高。而呢啲液體加埋跌埋上嚟咧。就形成好似光纖系統咁樣，好快就將個信息咧由身體某一部分傳到某一部分，
所以你有冇發覺啊？你一嬲，你一嬲，你唔控制嗰陣時候，你會越嚟越嬲，係咪啊？震曬！你一開心嗰陣時候咧，你成身喐曬，你個人成個人，你本應開心，係你一忽開心嘅啫，係咪？點解你覺得成個人都鬆嘅？就係嗰個作用啦，全身信息喺你身裏邊走。你要苦嗰陣時候，你好快又可以好苦嘅，就係呢一樣嘢。我哋要將我哋人嘅細胞盡量俾一個好嘅信息佢，等佢增加能量、增加養分、增加熱量，去俾我哋一個好嘅選擇，清清晰晰一個好嘅選擇。所以，如果你過去所有嘢都係求求嘅，誒呢盆花靚唔靚？靚。呢張布靚唔靚？都係靚咯。你唔睇清楚啲，佢靚喺邊度？佢好喺邊度？我可唔可以仲有其他選擇呢？咁你嘅痛苦會，你嘅錯誤會不斷不斷重複又重複，都係犯嗰一樣。你唔好將幸福啊，唔好將快樂寄託喺其他人身上。當你真正苦嗰陣時候，受嘅係邊一個人受啊？你哋知嘅其實係咪啊？我哋去醫院關懷，去老人院關懷，講真啦，講真啦，你估真真正正實際上幫唔幫到佢哋啊？啊，幫唔到，唔係，唔可以徹底幫，係咪啊？唔可以徹底幫，但係唔多唔少都可以俾到佢哋少少力量，冇絕對嘅，冇邊樣嘢係好，冇邊樣嘢係唔好，只有適唔適合。我成日都講呢句，只有係適唔適合。有啲人佢唔中人嚟探噶，係咪啊？有啲人有病有苦，佢唔想俾人知嘅。我點解俾人知啊？我點解要受人哋憐憫啊？但係我睇又唔係啊，我睇就唔係。你俾咩我都要嘅，你冇發現啊？你俾咩我都要嘅。我覺得我一定要學識點樣啊？接受。我懂得接受，我先懂得咩啊？付出啦、啊。你唔好淨係識付出啊！一個人其實本身嘅嘢唔係好多嘅，唔係好多嘅。你一定要識收又識放。當然啦，又唔好似個人咁離譜。啲慈善機構咧，慈善機構啊，去同個有錢佬啊，想佢支持一下啲慈善活動。佢講乜嘢咧？佢話：哦，我想話俾你聽，我有個90多歲嘅阿媽。住咗喺老人院已經8年啦，我個女咧3個仔女，佢先生即係我女婿啦，前幾年咧交通意外咧就死咗，佢帶住3個仔女，寡居無助，仲有啊，我有2個兄弟，一個就病重，一個生意失敗，爭人哋周身債，咁嗰位慈善機構嘅人就話：哎呀，先生真係對唔住啊，我唔知道你咁多負擔噶，佢話。唔係啊，我係想話俾你聽，我連我最親嘅人個環境惡劣成咁，我一分錢都冇幫過佢哋，我點會俾錢你哋幫你哋呢？你考慮清楚，你先好鼓掌。你鼓掌係咪助長佢，還是係鞭撻呢種人先？鞭撻啊嘛，鞭撻你就可以嚟估啊，唔係。不是鞭策啊，鞭撻。有些事社會上的事有時很難說，不是你想給人，你想為人好，人家就收的，你知不知道？真的，不是好像我那麼沒有選擇的。好像我們的心靈特使瑪麗醫院 的關懷活動終於開展了，豬流感拖了很久，我們終於開展了，好有愛心的一班義工、啊、有特別的使命，他們去到瑪麗醫院，有少少無奈，無奈在什麼呢？你知不知道現在他們的環境是什麼？豬流感不可以上病房，是不是不可以探，只是可以在瑪麗醫院的病人支援中心或者癌症中心，只要在那裡等病人來、哦、聽清楚我說，等病人來、哦，咁人哋唔知道我哋存在噶嘛？嗰啲海報要貼出去又貼唔到喎，
佢哋日日唔係日日，星期三、星期五下晝去當值，起初雄心勃勃，以為哦，梗係排住隊，要預約先至可以見啦。啊，點知唔係嘅，開始個心有少少點樣啊？覺得自己冇價值。我同佢哋講，真係好，好在咩啊？好在未有咁快有人嚟見你哋。如果唔係，我哋應唔應付得嚟啊？多得隻應唔應付得嚟啊？未必，嗰個環境你未熟悉，係咪啊？我啱啦，我人哋其他醫院嗰啲服務開始，起碼大半年啊先有人嚟啊！你唔好淨係睇人哋其他宗教，人哋有好豐富嘅經驗，人哋有非常之完整嘅架構。我哋而家係學習階段，要忍耐。我話你哋行出呢步已經好難能可貴啦，你哋話係咪啊？你係咪俾啲支持佢哋咧？呢個支持唔夠啊！呢個支持唔夠啊！如果呢段時間你屋企有親戚朋友，包括你自己，要入瑪麗醫院嘅話，或者已經喺瑪麗醫院嘅話，你去揾下佢哋傾下偈啊，去開解下佢哋先，支持下佢哋先。因為點解啊？佢哋係冇經驗嘅，我哋係得就得，唔得就唔得，係冇經驗嘅，需要你哋支持鼓勵。然之後等佢充實咗啦，佢哋先可以再去服務人。你哋行得走得少少病痛嗰啲，佢哋可以應付。到佢哋真係病重病危嗰啲，佢哋就有把握去面對，好唔好啊？啊！人咧好奇怪，有心理學家咧做過實驗啊，做過實驗。擠三桶飯喺度，三桶飯同一時候煲咗三桶飯。第一桶飯咧，每日行出行入咧，對住佢講多謝你啊，啊你真係好啦。第二桶飯咧，鬧桶飯啊，聽眾我講啊。第三桶咧，唔理佢，唔抽又唔睬。兩個星期之後。第一桶行出行入多謝佢讚佢嘅，你知唔知道兩個星期之後佢竟然依然係好香嘅飯味？你翻去要試一下，啲飯餸唔使即係入雪櫃啊！臨咩之前，唉，你真係香，唉，你真係好啦，你真係好牌子啊！第二桶啊，你知唔知啊？發毛成串口啊！但係你諗都諗唔到啊！最差的是第三桶啊！啲人唔抽唔睬嗰啲啊，嗱，所以咧，你哋啲人拍拖咧，對啲女朋友或者對啲男朋友呢個係高招嚟嘅，我老早已經當佢透明噶啦，或者嬲起上嚟唔睬佢，係咪好容易用呢招啊？唉，呢招係最高招，好多人都驚，原來有最大殺傷力嘅。所以如果你對你自己發生的問題，對你自己一個善的念，你不抽不睬的話，傷害大不大啊？大。人的一生啊，人的一生其實好像什麼？一個銀仔啊，一邊是公啊，一邊是字啊，兩邊都是你的，對不對？兩邊都是你的，只不過當它是負面的時候，你要令手上呢個自己唔好失控啊！我哋嘅責任，我哋對自己嘅選擇就喺呢度。你可以好失控嘅，但係我哋要唔失控，要對我哋自己所有嘢係有把握啊！試下，俾多少少機會，自己做一個好嘅選擇啊！有個國家打仗。要徵兵啦！有一個人咧，好驚死，佢唔想去當兵。咁去到招兵嗰個檢查站咧，那個身體檢查站咧，佢就扮到好病個樣，就同個醫生講：啊，醫生，我體質，你唔好睇我體質咁大件啦，我其實體質好弱嘅。我咧又唔飲得，我又唔食得，我又唔瞓得啊！個醫生一聽完之後，
肃然起敬，即刻向佢敬咗个军礼，就话俾佢听啦。哦，你知唔知啊？而家我哋军队里边补给严重缺乏，军队正需要你啲唔使瞓、唔使食、唔使饮嘅士兵啊！你即刻入伍啦！呢个社会缺乏良心同道德，你哋有啊？唔好觉得你自己力量太少啊！我哋加入正义嘅行列，为我哋自己，为呢个社会尽一分善嘅力啊！好唔好？多谢大家。好，听过法师既轻松又幽默的分享，相信大家都更加懂得怎样去面对人生中的抉择了。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请写提问指导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由于时间有限，如果问题太多的话，我想可以请法师抽签解答了。师父，如果做人要忍，要忍到怎样的程度？做人不要忍啦，哪个叫你忍啫？啊，学得之前那位朋友讲那个爸爸教的忍，是吗？你忍不到你就化咯，是吗？到你化到你再无可化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你已经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了，那个时候那你就得到咯。要忍到什麼程度？通常忍親就是那把刀吉心，是不是很難的？是不是？試下用另一個角度看，用另一個角度，譬如人家要打你，打完你要再落你打架，你是不是可以出手？第一個。第二個，你是不是可以跟他打？是不是？这个是正常的。我教你第三个方法，你不要出手，你不要忍，你转过另一个角度，你要想这个人傻的，他有神经病的，神经病的人你怎会跟个傻佬打呢？是不是？你说这样行不行？行啊，给你掌声这位朋友。同性戀是罪嗎？是一個選擇嗎？我突然之間想起我師父，在很多年前呢，有人呢問我師父這個問題，我師父即刻擰住面問身邊人，什麼叫同性戀呢？我現在不可以當扮我不知道，因為我知道是什麼回事。我只不過突然想起個老人家而已。你們說是不是罪先？蛤？你們說是不是一個選擇先？你們說很多事我們很無奈，社會是不斷地變緊，同樣道理，在一百年前的男人可以三妻四妾，是不是？现在那些恨不到，於是他秘密頂籠都是叫二奶。是不是時代不同了？如果在佛教來說是罪，是罪，是不對的，是不是一個選擇？我不敢回答你。如果你真的选无可选，两个人好地过日子，再没有第三者了，听清楚我说啊，再没有第三个了，即是同一时候你都是一个伴侣而已，很多人是这样选择。我不敢说你是对，我亦不可以说你是罪，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已经变了。但是如果你在你自己有选择的情况下，我都希望你选择一个正常的，好不好？但如果你已经做了的，你试一下自己发愿发心，发个惭愧心，我很快我会将
呢個行為，慢慢慢慢減，在一起不一定要有戀情的，大家變成一個比較清淨一點的伴侶啊，試下好不好？法師慈悲，我曾被好朋友騙到雞毛鴨血，我很想報仇，你覺得我應該報仇嗎？你想報仇是嗎？我好大膽地跟你們說，聽清楚我說，朋友是拿來出賣的。你說了，你行街睇戲、飲茶、食飯、買衫、傾偈，係咪揾你啲朋友先？啱唔啱？最好傾嗰、那個，你咪揾嗰個先，啱唔啱？咁同樣道理，你要出賣嗰陣時候，你身邊冇乜人嘅，你一定係對象係你嘅朋友噶。嗱，如果你真係俾朋友出賣嘅話咧，你應該鄧你自己和鄧那位朋友高興，高興在什麼呢？高興在什麼？我就這樣看，好東西，你可以給朋友出賣，第二他出賣你，他不用害其他人，對不對？第三你要慶幸啊，你在你有生之年啊，你看清楚一個人啊，報仇，我想你是佛教徒吧，你應該即刻去寺院跟他做一個消災延壽的牌位。這掌聲弱了一點，你要很誠懇地禮拜他那個牌位而已。哦，第一他不用再危害社會其他人，第二你這麼快認清一個人啊，第三你盡了你朋友的責任啊，對不對？你要報恩啊，不是報仇啊，不枉跟他相識一場。請問法師，出家要什麼條件？我很想出家很久，特別聽完你每一次講座，更加強我的信心，我想學你一樣咁幫人，謝謝。喂，咁啊講真，你想出家，你睇樣，你唔好睇我啊，睇其他咁多位法師啊，佢哋做得好過我。出家要咩條件啊？你睇見我坐喺度，增強咗好多信心啊，想學我一樣去幫人啊？咁你話我幫唔幫到人先？幫唔幫到啊？聽完我講座，你們有沒有加強信心啊？有啊，真的有啊，真的差一點的，為什麼啊？什麼條件？其他我不說，我跟你說實際的事，你不信的話，你就明天星期日，下午你跟我，跟著我先走出街一轉，明天有馬仔跑嘛，我看你出不出，你要有心力，有什麼心力呢？走過人家猜，大吉利是，在座這麼多位法師是被人猜過，有沒有啊？個個都岌頭啊，你受不受得起 啊？我以前是被人追，現在被人猜，咁你會百思不得其解嘅喎？點解啫？我換過個制服，換過個型啫嘛。喂，你再睇我，即再咩？你講好唔順氣喎？出邊啲人作奸犯科，搞到一塌糊塗嗰啲，哇！成班記者去追佢喎，成班人仲去捧佢喎。你有冇諗過啊？你有冇諗過？當你現咁個身，現咁個形，你的責任在哪裡？你的責任在哪裡啊？最簡單，你真的受不受到先？
嗱，我起初真係唔得噶，話俾你聽。人哋一初一初我已經咁樣噶啦，我無面目見人。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我永遠唔會出街。我病啊，人哋睇空性，我睇日曆。唔係嗰幾日我先去睇醫生啊！啲人一見到啊，即刻揾嘢咁樣噶。你點面對啊？所以話俾你聽，心理最唔平衡係我哋呢一行嘅。嗱，喺寺院喺啲我哋辦嘅宗教活動裏面，地位高高，起碼都高你幾尺啦，係咪？行出街俾人踩到，你話同一個時候，你個心理點過啊？啊媽媽點過啊？冇人問我點過嘅喂，冇人問喎，嚇？我點過？係啊，咁先得㗎，唔係。本應心理已經弱小，點過？苦咗好耐，苦咗好耐。終於我自己開解我自己，我唔知道其他法師大德係咪咁過，我點過啦？我將呢個當成我一個心靈嘅培訓。乜嘢培訓啊？我剃得呢個頭，著得呢個衫，練得呢個形。如果我唔知道民間疾苦，我唔知道肥胖係乜嘢滋味，俾人奚落係乜嘢滋味，俾人中傷係乜嘢滋味，俾人睇唔起係咩滋味，我唔知道痛苦係咩滋味，我憑乜嘢去幫人啊？我憑乜嘢去同人哋感同身受啊？於是，我好放鬆我自己。你猜我係。好，慢慢慢慢又冇反應，同一個 lift 你知唔知啊？無數咁多次，哎呀，唔使玩啦咁啊！哎呀，唔使買啦，唉，衰梗啦！行呢度嘅你走嚟，同身邊啲人講喎，你難唔難受？好啦，同一個 lift， 到我出 lift 嗰陣時候，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要咁過啊！我俾我自己多啲力。好啦，到而家做咗隔夜油炸鬼，你點鬧我？你點樣話我唔啱？你點？好似嗰日阿唐生咁樣，我都要收十幾年，佢唔知收幾多年，佢如如不動，我亦如如不動。你喺身邊噏，我喺身邊繼續做我嘅嘢。如果你有咁嘅能耐，你先講出家，你先講出家。如果唔係，唔好講住啊！嗱，我最深印象一次喺三藩市，樓下係賣雜嘅，即係海鮮啊，嗰啲餐廳。樓上是掃的，在地下走上樓梯的，那裡樓梯在地下，要通過食閘那裡呢走上去，那些人聖衣拳拳訂了位，一定要我們上去吃，請我，好，我去。幾位師傅走進去，那個企堂呢在背後看不到我們走進來，就跟那些食客說，今天真的當黑的，你知不知道？整班師姑說稍後來吃飯，他不知道我就在後面，唉，真的，唉，怎麼寧願沒有見到我，他這樣說，如果給我以前呢，我就很慘了，很慘，有鞋我都不開心，那天吃飯我心裡嘀嘀咕咕，我怎樣應對呢？即這麼多人，這麼多人之下，都要給一些俾少少教訓佢啊！好啦，食完之後落去，佢見到我，即刻出落廚房喎。我就哎呀，哥啊哥啊哥啊哥，你咁啊！就你問完佢啲嘢之後，就同佢講啊，你唔好再賭啦佢，切咁。我話你唔好再賭啦，切。我話一係咁啦，如果你要買嘅，你俾你要買，你要俾你嗰張紙我，我同你揀。我揀親嗰啲你都唔好買，咁你咪實中咯，屁咁。
即係人話人老青就鬼老靚，真係要受得挫折多嗰陣時候咧，你自自然然要保護整個僧團，唔可以俾啲人咁過分啊！好彩，窒一窒佢之後，下一次見佢好多啊！法師你好，瑜伽人已往生，是否要做很多的法事回向才有用呢？請法師解答。阿彌陀佛，做法事是有用的，你知不知道？做法事是有用的，但是不要等走了之後才做，走之前你不要笑啊！今晚是不是法事啊？你告訴我，今晚是不是算法事啊？我是當堂法事的，我要超度你們。是一堂法事來的，所以樣樣嘢唔好等黑埋眼冇曬知覺嗰陣時候先嚟補救。其實臨終嗰陣時候你已經可以做好多嘢，譬如開解佢啦，等佢心開意解，唔好咁執著，唔好咁親恨，唔好咁唔捨得。啊、法師你好，自從子女信教後就丟掉爸爸的神主牌，我好怒，想同佢哋斷住關係，我應不應該咁做？你哋話咧？唔應該，唔好。一個家庭，一個家庭已經因意見不合、宗教信仰唔同，愛心已經被拆散啦。唔好再令呢一個家庭為咗某啲成見而四分五裂。我處理事情好簡單，兩害取其輕。不散當然好啦，散了不可以比他更壞，明白嗎？不要啦，但是呢你們不要看小個神主牌，現在越來越多人沒有神主牌。為什麼我叫你不要看輕個神主牌呢？你知不知道一個神主牌，有些人當他是迷信，有些人當他是迷信，為什麼是迷信呢？你對你的祖先、對你的親人一個懷念、一個記憶、一個敬意，怎會是迷信呢？中國人五千年的歷史維繫是什麼？你知不知道？一個孝字，連皇帝都要講孝。一個人沒有了孝心，這個世界就開始滅絕了。所以你看看這個世界，就是因為我們漸漸沒有孝。以前的人啊，爸爸媽媽死了啊，守孝三年啊，在一個墳墓旁邊在那裡住在那裡吃三年，三年啊，他都說父母屍骨未寒啊，肉未化得曬啊，那份孝心是到這樣的。現在未出殯啊，已經想著去哪裡玩啊，出殯那天的儀式長一點啊，已經又喊腳軟又打喊路了。以前清明重陽是不是一定會拜山啊？現在都有，但你說吧，多還少啊？少啦。為什麼啊？沒有了個孝，每個都是說一句在心就可以，你的心在哪啊？你有沒有想過你的心在哪啊？你連你的心在哪裡你都不知道，你爸媽怎麼會在你的心上面啊？所以事已至此，你要好好地維繫，你要好好地維繫翻個家庭。請問大師會幫人做皈依嗎？本人很想皈依，想跟隨大師學佛，謝謝。哎呀，咁客氣啊！皈依唔係皈依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嚇，所有出家人都會同人打皈依嘅。都會接引，這個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本分。有些做壞事但又做好事，如用一些犯法的金錢來做善事，如辦學校、建安老院等，請問此等人將來會有好因果嗎？分開講，分開來講，沒得撈亂來計的。你做好事，這些是這個戶口，支票戶口，
你做壞事，零用金户口、現金户口，你可以調，你可以調，但是一個户口就是一個户口，會重業輕報，有多少？但是即係你調翻轉嚟講，佢做完壞事嘅善事，唔係做完壞事嘅錢，佢都肯攞嚟做善事，係咪好過佢淨係識作惡，唔識作善啊？嗱，我又咁睇，兩害取其輕，總好過唔做。但是你話要不要因果？會不會有因果？你話有冇啊？梗係有啦，點會冇啊？咁啊，當然最好啦，唔做壞事，淨係做善事。我個仔成日激我，我唔想打佢，但又冇其他方法，唔知點算好，請指示。有辦法啊？點會冇啊？當你想打我仔嗰陣時候，你打翻你自己，下下到肉，拳拳到心啊！點會冇辦法啫？哎呀，你激死我，我打死你！你試下，如何可忘記過往的不快事？你忘記唔到，咪將佢擠喺個心度咯。一生人啊，一生人啊，有啲唔開心，先至係完美嘅，你知唔知？我是这样看的，你只是得开心，你不懂惊的，你很正常，非常好的事，不要忘记它，千万不要忘记这些不开心的，就等于有些人很怕犯错，越是怕犯错的人呢，其实心里面有个潜意识，就是想自己所有东西都是对的，所以你听真的人说，哎，我怕错，他心里面就是想所有东西你们不够我做得好，你如果曾经犯过错，你會以後做人，你會好珍惜、好謹慎啊！所以點解要忘記佢啊？記住，唔好忘記。法師工作上同事欺善怕惡，越咩佢就當你傻，好好蝦，踩到上心口。請問點樣可以有智慧地解困或反擊而又可雙贏？哇！你好，你真係好有智慧，使乜我教你啫？請問點樣先可以又有智慧，又解困又反擊又可以雙贏？上中下策，上上中中下下策，其實你識做嘅。佢踩到你上心口啊，係咪？唔係踩到你上你嘅心口。咁你俾個心佢睇咯，你俾個心佢睇啦，一時唔得嘅，你知唔知？一時唔得嘅。嗱，我最咩個方法？當人哋踩到我、誹謗我又好、中傷我又好、唔接受我又好，心裏邊嗰分鐘嗱，好自然噶，好唔開心，係咪啊？好唔開心，甚至好難受。我接受咗我難受，接受咗我唔開心之後，我心裏邊。心里面跟自己说，他是对我好的，我很多谢他。哇，说真的，起初真的是自己欺自己的而已。对一个害到你鸡毛鸭血的人，你要说多谢，多谢。但是起初真的应酬式，说多几个，说多几个，日日都是充满着，我很多谢他。我没有他，我没有今天。啊，整下整下，你会发觉你身边所有东西都是好的。所以你試下，佢踩你啊！哎呀，一聲痛完之後，哎呀，你踩親我好痛啊！然之後講聲，哎，唔好意思，我頭先個腳板底有冇硬親？我腳面有冇硬親你個腳板底啊？你多謝翻佢，你感恩翻佢，你試下，係好難嘅。有啲人係好過分啊，係嘛？有啲人好過分。答唔答到你頭先嗰個問題啊？用寬恕，用容忍，你唔好淨係睇一日。你今天說了對不起，說了多謝啊，他都還是這樣踩過來的話，好了，你真的到你忍不了，你試試寫信又好，寫 email 又好，打電話又好，親自跟他說又好，你說你過去點點點點點，或者今天點點點，你令到我很難受啊，我不知道有哪一度得罪了你，你可不可以告訴我我錯在哪裡呢？你試試調回頭叫他給你一個答案。法師
我之前去做針灸時，被那位針灸師說我因為前世在船上劫去十八個人的財物後，作沉條船害死十八條命，他們要親來取債，所以有今生睡眠窒息症。哇，身體五臟六腑口很差，只得個殼，他幫我醫，我自己要懺悔和念經回向俾佢哋。他在我頭面以胸肚下陰腳施針後非禮。喂，你係咪準備呢啲我讀出嚟㗎？真係唔好意思啊！佢哋咁拎上嚟，我照讀啫嚇。當時整個人情緒很激動和內疚，對他所做的行為不惜反抗，只是在哭。現在的心情很波動，內疚和慚愧害死十八條人命，不知如何償還給他們早日超生。請法師教導如何安心，想報警免有其他人再次受害，但很怕見到他，想起過程仍有害怕和心痛的情況，請法師指引如何處理。豈有此理，我不是說你啊，這個世界啊，有很多人，有很多人呃神騙鬼，瞞騙良心。所以你說做好人難不難啊？難。當我們被人傷害的時候，首先一件事，學會保護自己，知不知道？學會保護自己。如果你給我提意見的話，我會勸你報警，這人一定要懲之於法，你當犧牲你自己。但是如果你真的做不到的話，但其實現在很多時候逢是這些風化案的政府都會，警方都會保護的證人的，是不是？有沒有這樣的事？有的，你不用擔心，沒有人會覺得你不對的，沒有人會覺得你有事的或者有錯的。但是如果你姑息他的話，我覺得你就有少少責任。但是當你現在接受不到，你首先你要開解了你自己先。一個這樣的人，你差不多已經生氣到想報警了，你還信他說什麼？十什麼八條人命而已。你調翻轉頭嚟，你而家你救翻全香港有幾多女性啊？你知唔知幾多百萬女性啊？360萬係嘛？你當你自己救翻360萬條人命啊嘅尊嚴啊？你咪可以將功贖罪啊？你去舉報佢啊？呢啲人渣嚟噶，呢啲係社會嘅大蟲嚟噶，害人不淺啊！通常啲人啊做事啊，做啲偷呃拐騙啊，或者是騙財騙色啊，總有一大條道理，一大堆咁嘅故事嘅，你千祈唔好信啊！所以呢位朋友，你好勇敢啊！仲有一樣嘢，我唔覺得你有病喎、啊，你要覺得你自己冇病喎、啊，少少頭暈身興，個個人都有嘅。如果你要揾醫生嘅話，揾一啲好嘅、正式啲嘅。如果你身邊有人做見證的話，我不知道你身邊有沒有帶人去啊。如果你身邊有人做見證的話，你要及早處理這件事情。如果你不處理，我很相信直到你老或者到你臨終以後啊，你的心裡面都不會擠低這件事啊，對不對？這件對你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傷害，社會上不斷發生啊，一個亂倫啊，一個風化，不要被人有機可乘啊！這位朋友，我勸你啊，如果你叫得我法師，你聽我說，不要被人有機可乘，當怎樣啊？為其他人積一點福，積一點德，大膽啦，站出來啦，好不好啊？好，我知道很難受，我們支持你。如果你需要個別輔導的，請你找我，你一定有方法找到我的，或者找其他你可以信任的人、啊、想請問大家今
今日聽得開心嗎？對你的人生有沒有一個稍為明確的選擇啊？有沒有啊？以後不用怕，我們有緣在這裡，真愛無界限，所有難關我們身邊都會有人陪著我們一起來過的，祝大家健康快樂。多謝曬法師這麼精彩的演繹。好了，時間都差不多了，大家是不是還有些意猶未盡呢？在明年的3月27日，法師將會在這個會堂有另外一場精彩的演講，相信大家可以到時候又會再次聽出意猶了。不過又不用等那麼久，在會場的外面有些義賣的攤位，大家可以請回幾位顯揚法師精彩講座的 DVD 的。而上次錯過了可以知道怎樣寫講座的朋友，陣間記得去請回一隻碟了，自己聽和收藏或者要來送給人都是一份好好的心意來的。沒錯，現在我們都有份小小的心意送給顯揚法師，有請大國福行中心的代表 Cherry。我接受禮物呢就好好心情的。這份這麼好的禮應該拿來供佛。有請來自加拿大溫哥華普林學佛會的代表，以及美國三藩市大國連社的代表。他們剛剛在溫哥華三藩市來到，他們說從來沒有向師父表達過一番心意，他們要求送禮，我說我很開心地受禮。多謝多謝，拍一張先吧。這份心意我要獻給一路提攜我的師父恩師聖一老和尚。不要太重了，保不到了。生我育我為我父母，我爸爸媽媽教得我好好，我到現在都感恩他們，這份我很誠意地獻給我在天上的爸爸媽媽。我希望他們在天之靈為我的今日感到欣慰。多謝。多謝法師，恭送法師。